近年隻眼睫毛越嚟越流行，皆因效果比较持久同埋自然，但出去就一次由几百蚊起跳，又要翻返去出面卸睫毛。市面就有啲家用嘅隻眼睫毛套装，主打平靓正，悭钱又悭时间，我哋就实施下系咪咁好？初用者黐好一只眼，需时大约十分钟，效果都算自然。视觉上，只眼即时变大同埋精神咗。虽然说明书系韩文，但图片指引都算清晰，容易明白。不过一开始就难上手啲，黐咗六次之后咧，就开始慢慢上手啦。黐第二只眼就唔使十分钟咁耐。将睫毛黐上之后，都会有少少拮住眼皮嘅感觉。但慢慢咧就会随住习惯个睫毛之后消失噶啦，而且黐嘅时候记得避免胶水掂到只眼，如果唔系就好似记者咁喊晒噶啦。而卸睫毛嘅过程咧亦都好简单同埋容易。完成之后仲要每隔两至三日搽上睫毛定型液。有阵时朝头早起身抹面啦，或者捽眼嘅时候都会甩咗少少。咁其实效果就大概只可以维持一个星期左右。不过咧，佢都算方便嘅，因为你就可以中意几时黐就几时黐啦，中意几时擦就几时擦，同埋效果又可以自己控制。浓密度可以因个人嘅喜好嚟调整，而长度咧就有五款选择。一盒睫毛有16行，大约可以用8次，平均黐一次嘅价钱咧就系43.5左右。对需要短暂效果同埋悭家嘅师打嚟讲，都算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啦。